懒人健身法，躺着也能瘦肚子，既不影响看手机，还能改善骨盆前倾。今天晚上就试试。别忘了那些大雨滂沱没有伞的人。一，低位伸腿做八次。二，高位伸腿做八次。三，交替点地做八次。四，剪刀腿做十六次。五，交替提膝做十六次。六，并腿提膝做十六次。七，蹬自行车做十六次。八，静态收腹三十秒。最后动作是关键，坚持两周，效果看得见。